这一只，你想要让它绕着自由路径跑，那要怎么做？一样还是要两点才能够变成动画嘛，所以我还是先把这个建立好，在这里插入一个关键一个，好，这样是不是有两个的？好，那么接下来我就来画路径哦，画路径，你看一下我们这边有没有中间第二个叫插入导引线，增加导引线哈，这个点下去，就会变这样子，等于说上面是线，然后下面你发现图层有没有凹进来，有凹进来就表示这个图层会受到它影响。那受影响的图层可以有很多个，不一定只有一个。你只要看到那种凹进来，就表示受到它影响，好，受到它影响哈。所以你现在先把那个部分，待会儿把它增加出来之后，那我要画路径嘛？路径用哪一个？用这种画或用这种画？你不要用这个画哦，因为这是填色嘛。好，所以你要用线的，这样了解了哈。那背置曲线因为我们也用过了，所以你可以试看看。点拖放点拖有没有？假设你要绕这么复杂，随便你。好了，就是一条线，OK 吗？你不要断掉哦，哈。好，画面还给你。假设这个路径你发现说，哇，我本来想走到这里，结果它这里就断掉了。那你跟 Illustrator 一样，继续用这个工具，点到它后面，点一下，再点一下。等一下，点一下就好了哈。点一下就可以了，来点一下，有没有接着走？就是说，你如果万一你想要就是让它跟着走，你就在最后一点再点一下，它就可以继续接下去了。好，那我现在是不是已经路径好了，飞机也准备好了？所以，我通常路径画完不动了，我就会把它锁起来，这样比较不会不小心动到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记得我们讲过，Flash 有一个特性，滑过来的时候有没有？这样就不小心动到它，了解意思哈。所以通常我做完，我就会把它锁起来，这样就不会动到它。因为下来就是专心做什么飞机的动画而已。那我们先看到第一点，第一点的话，我现在飞机是要放在这个路径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就把回到第一个影格，点到它，有看到这里有十字的，对不对？这是物件的中心点。好，这个是没有放在正中间啦。因为这个有调整过的，那正常都是在正中间。你在拖曳的时候，请你按住中心点的大概右下角，拉到上面来。你会发现我过来，它会自动吸上去。过来，有没有吸上去？而且你看哦，你注意一下，我现在有标黑色箭头的尖尖的地方，只要我移到线上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圆圈圈？有看到了哈、哦？就是要那个东西，了解吗？就是这样，一吸上去。就要有，有没有进来了？所以为什么这个要打开？你不打开，它就不会吸进去。好，那你在抓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如果你不是抓在这里，你想说我抓在这里有没有？你喜欢抓在这个喷射火焰这里，你过来它就是不理你，就是不会吸住有没有？所以你在抓的时候，请你中心点的右下角左右比较好，这里拉过来，有没有发现那个圆圈圈就是会出来？有看到那圆圈圈的哈？好，那么第一点是不 OK 了？第二点40格是不是结束的地方？一样，你只要两个点都在线上就好了。有没有一定要在终点？不一定，搞不好我这条路径我只想走到这里啊，也是可以啊，也是可以。哦，只要在线上都 OK。好，那做好了之后呢，中间要不要补件动画？要，但是注意补件动画只能用谁？移动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是。本来就是有什么群组的嘛，四四方方的，所以我就用移动。你看两点是不是又让它可以绕一个路径再跑了？了解的话，我就不用设那么多关键格去动。那如果万一你要修改路径，你就把路径修改就好了，跟我们在这个 Illustrator 里面的什么渐变很像吧，对不对？套用那个渐变的路径一样哈。如果你不是跟我一样会这样沿着走的，通常你的情形就是什么？比如说，在最后一点，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吸到上面，对不对？利亚迪加有没有在上面的？没有了。然后呢，它就会怎么样？视而不见，穷鬼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线对我来讲就没有意义的啊。条快啊哈！所以你两个点一定要怎么样？吸到路径上，不一定在最后这一点，但是一定要吸上去。第二个，
你有没有发现一点？我的导引线，我有没有做动画？导引线呢、啊？因为线段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是同一条？所以它到后面其实是不是有出现的？要不要关键格？也不用，这里也不用做动画。真正做动画是飞机这一层在做动画吧？了解了哈。所以你这样了解之后，你重新来对应一下我们刚刚那个简报里面的内容。你看哦，两个关键格都是同一个群组或元件，这个 OK。我的导引线有没有连续的线段？有。好，我用的是不是补件动画？移动补件动画，这个我打开。我的中心点有没有贴附在导引线上面？就是刚刚那个十字啊，是不是贴上去？好，都有贴进去。再来，我这里有个建议，就是做好是把它锁定。刚我做嘛，好啊，过来，这个很重要。刚刚有同学就遇到一个问题，他只能用线条，不能是群组或元件，就是你一定要用钢笔啦，或者是铅笔啦，哦，这样才有办法做。那如果说你有用这个也不行哦，你刚比如说，诶，我用铅笔，可是你这个按下去。这个按下去叫物件绘制，对不对？物件绘制模式，它本身也是一个什么？你看，比如我画一条，有发现也是这样，这个就不是线段了。虽然它是用线段工具画出来，可是因为它会先群组起来，所以这样子也没有办法做导引线。这个就是要注意一下，好，注意一下。好，那我画面再还给你喽。